Hello，你好，你像一个老鸟，飞来飞去的，把我们都联系在一起了。这次活动我们的收获很大，我们的学生应该说经受了压力他们哭过也笑过，他们感受到中美文化的差异，同时他们也在追求中美文化的融合在创意层面上应该说都有收获。这个工作背后是你在默默的推动。所以特别感谢你。回来之后，我们也做了很多这方面的总结和体会这个文秀的这个平台，或没有你这个韩磊的这个推动可能也不可能有这么一个成果所以这个发展，我希望我们双方能够联系更多的学校。来把它坚持下去，做得更好。